欢迎来到天天饮食之魔幻厨房，我们的魔术都来自于生活当中一些普通的食材，就像这两杯水，这是用普通的紫甘蓝泡的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接下来请注意看，我手里面什么都没有拿啊，但是当我把这个手放在紫甘蓝上轻轻晃动，奇迹出现了。当然了，我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不过今天魔幻厨房请到我的好朋友魔术师王宇。王宇，新秀魔术师，国际魔术协会终身会员。看完了主持人的紫甘蓝水变色，王宇将会再次让你意想不到。小磊哥，你选一个，选一张，选一张您最喜欢的，选一张牌，然后给对电视机前的朋友看，现在不要忘了，记得了吗？好，电视机不可能忘这张。好，把这张牌呢，慢慢的放在桌子上，麻烦用刚才您这个变的这个紫甘蓝水压下。好，仔细看，什么变化？您刚选的是哪张？红桃 A。红桃 A， 确定是红桃？当然确定了。慢慢打开。哎，这个叫核桃 A， 这是扑克牌的新品种。麻烦你把这个红桃 A 放回来，手捧起来。嗯，仔细看。一、二。嘿，你这个厉害啊，真核桃。好，我再提个亿吧，你再给我变个锤，我给它敲开吃了。没有、啊、没有没有，魔幻厨房出来的核桃是这样的，魔术师我们吃核桃是这样的核桃。对，哎，牙牙，你牙口好。不行，这年轻人才。试试看啊，魔幻厨房变出来的核桃，试试看，可以吗？可以啊，很好吃啊，真的。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核桃，对不起，小磊哥，其实我刚才吃那个核桃呢，不是普通的核桃，是我们魔幻厨房精心打造出来的核桃，这有点意思啊。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美味核桃酥，就是今天魔幻厨房带来的第一道魔幻美味，赶紧一起来见证铁杠师傅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吧。首先呢，我们要和面，好，然后呢加一些 QQ 粉，先给它掺一掺，然后呢我们要加入糖，这是咱们的代糖，哎，然后呢来一点油，好，稍微的加点水，哇、哦、好香啊、okay、像巧克力，哎，刀呢给它，哦，拌一下，对，然后呢这个呢还要给它搓，就让油和水完全融进去，哎，只要它软硬摸着合适了，我们呢就给它要揉成团了，基本上和好以后呢，哎，我们放在一边形成的，好，我们的面呢就和好了。下面啊，咱们把这个核桃给它弄成碎末，我们呢给它稍加斩碎以后呢，用豆沙。哎呀，这是我最爱吃的，这是我最爱吃的。哎，对。然后呢，稍微的加一点点面。这不用用特别大的力去和，哎，就是压一压就行了。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馅儿就做好了，馅儿面呢也醒好了。我们呢把这个面呢给它揉开。大概多大呢？就跟核桃的形状一样，哎，基本上呢大小差不多。我们把这个馅儿呢也给它揪成小劲儿，摁扁，哎，摁扁，然后把馅儿，我挑一个馅儿最大的，哎，放进去，好，给它团，把收口收好，然后呢再揉一下，揉圆了。做到这一步，我们的核桃酥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铁钢师傅会用什么样的魔幻道具将这些小面球变成核桃。昨天的那个工具不是一毛钱吗？对啊，我们今天一分钱，老一分钱，对，分钱，一分钱的魔幻道具就能将一个小小的面团变身成核桃的形状。铁钢师傅真的能做到吗？这一分钱的道具究竟是什么呢？哎，但是这得求助于王宇。啊，那您要什么呢？啊，我知道了，您需要的是，哎，看没有，这是一分钱的道具。哎，实际上有。刚才铁钢老师告诉我，吸管。哎，原来这一分钱的道具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吸管了。那么铁钢师傅又将如何运用这个道具呢？我们呢，把这个啊揉好的这个，先给它呢插出一个，哎，核桃的样子，基本的哈，弄个尖，然后啊，拿这个刀呢，给它呀、啊，在这个梗根啊压一下，这样呢就是这个核桃的这个分界线，然后呢，我们呢就用我们这个吸管，吸管，
哎，在上面戳一下，戳出纹路了。来，哎，然后呢，给它，哎，稍微的整一整形状。嗯，看，是不是像核桃了呢？我们这个呢是简易版。嗯，如果说呢想捏得更像呢，哎，看，用这个铁片啊，这是什么呀？哎、做成这种小工具，哎，做成有齿的形，我们呢，哎，捏它。弄好以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入烤箱。哦，这是用烤的。哎，200度烤的，200度烤10分钟。我给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变一魔术好不好？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首先，我要用这根线穿过这根线，嗯，像吃面条一样。这个智慧，智慧。我首先这样，我把这个吸管哈这样折一下，没错，这个线在这里。嗯，这个停的时候用剪刀。从这个吸管的正中间剪断它，好，两半的吸管，还有这个线，没错吧？在这种情况下，魔术即将发生。仔细看各位，这样我把吸管呢慢慢的对回去，就成这样子，斜着。嗯，仔细看，它们的接缝处已经断掉了，对不对？没有感觉，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仔细看。哎，嗯，铁钢师傅拿着这个线，嗯，一二三，吸管还是断，而线却完整无缺。哎，你看，你看，怎么样？神，不会了吧？嗯，王宇变成一根线，然后你不服气，该你变了，你呢？我得。您这来是吧？你们俩这打累来、哎，我这叫一根线，您这叫、哎、一根面，一根面啊，用菠菜汁和的面。这一根不断的面，就是魔幻厨房为您带来的第二道魔幻美味。里面到底有什么魔法呢？铁钢师傅把面团擀开，再用栀子刀切出面条。这一根面不断的秘密就在这里，将面片来回交叉，打上栀子刀，这样就完整的成了一条不断的面条。然后把面条盘在容器里，用油浸泡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抻出又细又长的面条了。面条煮熟之后，再浇上西红柿鸡蛋虾仁卤，我们的第二道魔幻美味就完成了。接下来，王小磊就要揭晓紫甘蓝水变色的秘密了。那本来这个紫甘蓝泡的水是紫色的，为什么会一晃就变红呢？对啊，因为我刚才在里边加了点白醋。这是怎么得来的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自己，比如说那个拌那个生菜，拌凉菜，紫甘蓝有时候一加醋说，哎，变成红的了，有问题了，没问题，这是一个正常。这也是一个生活小常识。没错，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留心，人人都是生活当中的魔法师，没错。